我们小饭团这张照片啊，哎，跟你长得还有点像呢。您看，要不这样好不好？你要不啊，就给我们小饭团当干爹吧，啊？如果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切这么大一口子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呀？哎呀，这口子怪深的，这样我去拿创可贴啊，你看。 吴先生，您先忙，我晚上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周先生，你不在这儿吃完饭再走啊？我不吃了，我真的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哎，周先生，哎呀，你说什么？小弟，小姨呢？ 起开！小念，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小念，晚上是想吃川菜呢，还是东北菜呢，还是粤菜呢？ 还是日本料理。四川女孩爱吃川菜，东北女孩爱吃东北菜，广东女孩爱吃粤菜，日本女孩她爱吃不吃。我是真的想请你吃个饭，怎么了？程有信，你就是个大骗子！你之前跟我约会的时候问我喜欢什么生日礼物，问我什么生日礼物最能打动我的心，弄了半天你是在我这套完话之后再去给别人献殷勤。 现在，我不管这个礼物你是要送给谁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你是不是觉得你长得帅就可以胡作非为了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有钱就可以随便支配别人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比我大几岁就可以把我当猴耍？你是不是在心里根本就觉得我配不上你啊？我。 真的没有想那么多，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给你带来这么多伤害，对不起啊。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那你要怎么样啊？就是想跟你在一起。 阳光、活泼、敢爱敢恨，但是今天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我和你是不可能的。你也知道，我结过婚，也离过婚，还有一个孩子。我在乎这些，我全都知道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我在乎，因为。 我希望你可以交一个和你一样阳光、活泼并且有正能量的男孩子在一起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不明白，我不明白。我现在已经有心上人了。
这让他们办吧。喂，哥，糟糕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朱子昂来家里了，今天我老公见到他了。我知道。老婆。哎。哎。老婆。干嘛呢？一个朋友电话。饭都睡着了。睡着了。哎呀，我说你今天怎么搞的呀？人家周先生来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热情啊？哪有，老公，是不是你多想了呀？哎呀，怎么是我多想了呢？你要搞清楚，人家周先生啊是贵客，现在呢是我们有求于人家，那还不都是为了你儿子呀？啊？嗯。以后有空的时候，我跟人多联系联系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在这儿啊，小念呢？小念他出去了。哦，你在这刚好，我正好有事情要跟你说呢。咱们上次去看的那个店面呀，怎么了？我租下来了。是吗？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那个店面一个月6万块钱，那你想想，那你一个月得买多少花，才能把这房租挣下来呢？怎么，不相信我的能力啊？我除了卖鲜花，我还可以卖干花啊。我除了卖干花，还可以卖插花。我除了卖插花，我还可以卖麻花。讨厌。实话告诉你吧，那个店面呀，我3万块钱拿下来了。是吗？恭喜你。谢谢。看看这张照片呀，哎，跟你长得还有点像呢。你要不就给我们小饭团当干爹吧，当干爹吧，当干爹吧。当干爹吧！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怎么了，宝贝儿？啊？老公，老公，抱抱我！哎呦，是不是做噩梦了啊？没有，你白天遇上什么事情了，吓成这样？老公，嗯，你先睡。
这膝盖疼不疼啊？啊，应该没伤到骨头吧？哎呀，估计是筋做出来了。肯定是软骨头磨伤了，疼吧？哎呀，都怪我，应该我上去撵就对了，又让你干这种粗活啊！现在好点了没啊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哟，瞧你这闲的啊！你这就是闲的。你小姨开分店了，没事你去帮帮她。我怎么没帮他呢？要这两天没有我和周子航，他还不得忙晕了头？哎，你小姨她一人不容易，你这样忙晕了头就对了。一人这么拼，你看看。放心吧，您就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他只要新店一开张，我马上申请当店长。哎，也怪啊，你小姨开分店这事儿。也没跟那程永信商量商量啊，跟他商量什么呢？你懂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去！啊，就放在那个台子上就行了。好。好嘞。哎，行了，今天天色也不早了，今天就干在这儿吧。子豪，哎，明天再干吧。好，今天真的是要谢谢你们了。光谢谢就完了？不请我们喝一杯啊？走。哎，梅花，今天中午我们约好了哦。那明天，我先约的。走了。真好看。这款酒叫 PS I Love You， 通常是点给想向对方表白的人点来喝的。PS I Love You， 这酒对我来说太奢侈了。你要不要尝一口啊？说不定喝完以后可以立刻坠入爱河哦。嗯，你把我叫到这里来是要跟我说什么吗？你么紧张的？我是想明天把新店的计划书做出来，所以拜托你。我知道你很着急，但是工作得一步一步的做，基础是最重要的基础，你说对吗？我真的是很着急，而且我也真的想赶快把分店开起来。我要让那些伤害我的人看一看，我袁梅花不是会轻易被打败的。我要用我自己的双手，用我自己的能力来创造自己的事业，让我的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梅花，你是不是又要说教我了？我知道你很讨厌这样的我，但是没有办法。我如果不惩罚他们这两个坏人的话，那我真的气得没有办法活下去了。所以呢，你要冤冤相报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做的话，只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温柔、善良、贤惠的，所以我……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善良贤惠，就应该处处忍让、忍辱负重吗？我为什么不能奋起反抗，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呢？如果你要跟我说这个的话，那我不想听了。我不是为了他们才说你，我想让你忘记过去，开始自己新的生活，你懂吗？我也很想忘记过去，但是我没法忘掉。我现在一想到他们对我的恶行，我就恨得牙痒痒。你真的不知道我每天是怎么过来的。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，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现在我心里留下的只有对那些人的怨恨。
个平凡的家庭主妇袁梅花已经死了。他们把我打倒了还不算，还要一直的践踏、践踏、再践踏。是谁让我成为孤家寡人的？他们做了恶事，就应该受到惩罚，这才叫惩恶扬善呢。所以你不要再阻止我了，因为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要求我这么做。小念，你来了。小鱼，我现在可以确定。什么确定啊？我现在可以确定周子航和刘爱琪有关系。什么？这是谁？没准儿他们以前就认识。没有什么稀奇的。行，看这个。我敢肯定，他们之前绝对是恋人关系。你是说，这个女人跟你姨父，不是，她跟吴毅结婚以后，她跟周子航又谈恋爱了？这个我不敢确定，因为我觉得这照片应该不是最近拍的，看着穿衣打扮，应该是大学时期拍的照片，但不管这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，但我敢保证，他们之前绝对是谈过恋爱。不应该啊！要是周子航看起来是一个善良阳光的大男孩，他怎么可能跟刘爱琪这种女人有什么瓜葛呢？我觉得也是，他也不应该是那样的人啊。小爷，你说那饭苗会不会就是周子航啊？绝对不可能。怎么可能呢？那吴毅也不是傻瓜呀。再说了，要是没有这个儿子，吴毅也不可能做出这个决定啊。我觉得也是。但如果咱们的猜测都是事实的话，那他们全都是坏人。咱们就应该想办法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给揭穿了。小念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什么呀？周子航。他原定的婚礼是在去年的几月几号？我想想，是不是四月份？好像是四月份，我记得他提过。你再好好想想。四月一号。对，因为当时我还跟他开过玩笑，是愚人节嘛，我还说，那这一天结婚，那婚礼肯定办不成。对。是四月一号。哎，你不是说今年无论如何都要生老二的吗？我还以为你现在已经怀孕了呢。谢谢杨医生关心。梅花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没问题的。你现在啊，应该让你的丈夫过来查查。杨医生，我今天来找您不是为了二胎的事儿，我是想把之前检查过的单子都打印出来。就是证明我没有问题的那一些。行，这个简单，我帮你查查。谢谢。你跟我来。嗯。找到了啊。嗯。基础检查、荷尔蒙检查、照片你都做了？嗯，是的。OK， 把这三张单子打印出来，就可以完全证明你是可以怀孕的。不过，梅花，我得告诉你，如果夫妻长期没有怀孕，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，不能依据某一方可以怀孕而定论另一方肯定是不孕的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只是对方不孕的几率很高而已。嗯，
我知道了，杨医生，麻烦您了。行，我给你打印出来。嗯。所以，你是一定会对你的前女友刘爱琪负责的，是吗？好，那我现在问你，她生的那个孩子是无意的吗？姐，说什么呢？都给我聊懵了。周子航，我和爱琪过去真的是在一起过，但是我们分开了。没有关系，信不信随便。我信你，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这个孩子。那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是跟我分手以后跟你老公生的。对不起姐，我口误，是无意。没关系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姐，你知道你现在说的话有多严重？你能为你说的话负责任吗？周子航，你现在不必再帮着刘爱琪隐瞒了，事实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只是想听你亲口承认而已。你不觉得这个女人做的事情很卑鄙吗？不是姐，这件事情没有证据，你不要胡乱猜测。好，就算是我胡乱猜测的，那如果这个孩子不是你的，你为什么还要对他负责任呢？你对别人的老婆负责任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你说话呀！这是我的隐私，我有不说的权利。我的隐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就为了图你方便。我说过了，不管什么事情，过去就过去了。而且你也说过呀，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。姐，我劝你，带着一颗愤怒的心，是很难平复过去的仇。对你太失望。喂，是我。梅花姐给你打电话了吗？没有，你怎么又给我打电话呀？她已经知道饭团的事儿了。她怎么会知道？是不是你告诉她的？我没有。但是我不敢保证这个秘密还能隐瞒多久。子航，算我拜托你，我求求你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我之前做过很多错事儿，可是我现在真的想好好过日子，好好把饭团抚养成人。如果这件事让袁梅花知道的话，我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儿来。爱琪，我敢保证，这件事情不会从我口中说出。但是梅花姐那边会不会调查出来，我也不知道。做好准备。全部都符合你们要求，如果程律师不想录用的话，也必须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你真的想好了？姐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坚定过。加入有信律师事务所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大叔，我明年肯定准时来报到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
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家庭主妇。那个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你对我所做的一切是多狠多坏。我敢跟你打赌，当你的家庭支离破碎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对我所做的事情是多么的可恶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们的幸福美好能维持多久。能维持多久？能维持多久？阿奇把他们家里的电话和他的手机号码全都换掉了。女人不就是做贼心虚吗？走吧，咱去他家里找他。不用了，以后再说吧。我觉得你应该开一个画展，让更多的人发现你的才华还有热情。你说玲花姐会喜欢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问过她呀，我说你要在这画什么呀，她跟我说子航想画什么就画什么，因为我知道子航一定会用心的画，所以不管他画什么我都会喜欢。陈律师，能麻烦你件事情吗？你说。帮我劝劝梅花姐，让她忘掉过去，不要再纠结在吴毅和刘爱琪之间了。这件事情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没有结束，那孩子不是吴毅的。什么？那是谁的孩子？那孩子是我的。这个小念啊，真是没有办法，从小啊就是男孩子性格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她绝对是一个善良细心的女孩。做你的助手啊，是你的荣幸，知道吗？你把她放我身边，你放心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。我是说，我怕我有一天啊，会禁不住她的狂轰乱炸。那你就从了呗，你可别觉得委屈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小念可是多少人都追她呢。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才华有才华，多少小鲜肉都追着她屁股后面跑呢，她连看都不看，更别说你这大叔了。我听说现在大叔很吃香啊。对，现在好多女孩啊都是大叔控。控？控是什么意思？控啊，就是喜欢，喜欢，超级喜欢的意思。那你呢？什么？那你控我吗？花，把以前不开心的事情全部都忘了，好不好？开始自己新的生活，答应我，好吗？
我也想忘记过去的生活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做不到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我的女儿就要面对这样的生活？为什么我们就要面对这样支离破碎的家庭呢？我恨他，我恨他们，是他们把我们母女俩的生活彻底给毁了。他们现在一家子其乐融融的，不可能。所以呢，你要去冤冤相报，用同样的方式去报复他们，对吗？梅花，我觉得你应该非常清楚，一个家庭的破灭会给人带来多大的伤害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用同样的方式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呢？像他们那样用谎言编造的生活也能称之为家庭吗？当初我被迫离婚的理由现在被发现是虚假的。因为你善良，因为你真诚，因为你比他们都优秀，所以你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他们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因为我真诚善良就被他们欺骗侮辱。蚯蚓被踩了还会继续蠕动呢，你不要想着阻止我了，我只是想揭穿他们的罪行，难道我这样做也是错的吗？做你又能得到什么呢？我能解除我心中的怨恨。不可能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最后的结果就是和他们一样的堕落，你知道吗？梅花，我拜托你放过他们好不好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，还你一个清白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不，我就是要揭穿他们的谎言，我也要让他们尝一尝被欺骗、被抛弃的滋味。你这办事的效率也太低了吧。哥，真的只有袁法人，也就是袁梅花签字，才能生效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求袁梅花？啊，不是，哥，我去办，我去办。别让我失望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请问您需要什么花？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。袁梅花小姐，你好，我是凌瑞公司的总裁，我叫李俊。我今天来是想通知你，你们绿色之家已经被我收购了，希望你能在这个文件上签个字。为什么需要我签字？据我所知，绿色之家的原法人是你袁梅花小姐。我的这份文件，只有你袁梅花小姐签字，才能够收效。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，绿色之家现在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刘爱琪，好久不见啊。干嘛害怕成这样啊？我出现在这儿很意外，是不是？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既然电话打不通，只好自己来了。想不到你把家里的电话和手机号码全部换掉了。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有啊。你打算
我们就在这儿聊吗？怎么？我还得请你这位我老公的前妻进屋喝杯咖啡，我好像跟你之间没什么要说的吧？既然你不想跟我谈，那好吧，我只好去找吴一谈了。你等等。妮，梅花姐呢？我现在是不是特别不受欢迎？知道就好。那你能告诉我梅花姐去哪儿了吗？不能。小念，咱不闹，你告诉我梅花姐去哪儿了，我找她真有事儿。我和你闹了吗？你是谁呀？我认识你吗？知道你知道些什么，但是我希望你相信我，我不想伤害任何人。你现在已经伤害了所有的人。如果你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梅花姐在哪儿？我找她真有事儿。我们不是朋友。她去找你女朋友了。电话，接电话呀！喂，陈律师，是我，出事了。梅花去找刘爱琪了。什么？有什么话就快说吧，我没太多时间在这瞎耽误。你儿子还好吧？我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儿子是跟我没关系。但是跟吴越有关系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你以前用下三滥的手段破坏我的家庭，现在又用别人的孩子来欺骗你现在的老公，我特别想问你一句：你过得幸福吗？你脑子有病吗？我有老公有儿子，过得不比你幸福。有事吗？没事，回去给我儿子做饭吃。孩子长得像他爸吗？我是说他亲爸。心里应该清楚，还用我说明白吗？我现在最清楚的就是你脑子有病。你应该认识周子航吧？你死去活来的爱了他两年，应该不会忘记吧？我以前跟谁在一起，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周子航结婚的前一天，你们俩应该过得很甜蜜吧？可是据我的分析，当时你应该跟我们家吴丽好上了吧？我知道你对我心存怨恨，所以就在这里血口喷人。你有那时间就去过好自己的日子。一代公就来干扰我的生活，简直是莫名其妙。我莫名其妙，是吗？你有什么证据在这里侮辱我的儿子啊？啊？证据是吗？对。你可以带你的老公去骨印科查一下，医生会告诉你他有问题。我觉得你简直太可笑了。处心积虑的想破坏我的家庭，私底下还来调查我。
麻烦你动动你自己的脑子。一家人是不可能被你这个妄想症所破坏的。